女生什么状态才体现出她已经爱上你了？女生爱上你有哪些信号，你知道吗？你身边有没有爱上你的女生？赶紧测一测就知道了。突然变身你妈，多吃点，多瘦了，这个时候她可能是爱上你了。女孩的心思细腻，细腻到当她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衣食住行都成了她最关注的东西。所以，如果他不断的关注你的身体，你的饮食肯定是爱上你了。想给他生孩子的时候，当然他开始变得没有安全感了，变得自卑、患得患失。女生就是真的爱上了，会丢失自己，没有安全感，不停的给自己安全感，也更希望能感受到他的坚定和认真负责。女生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只求安稳幸福，别总是爱挂在嘴边轻浮，别油腔滑调不正经。希望认真时，她感受到即使不出口的深情，哪怕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拥抱，肯为你低下高傲的头，即便是皇冠已掉，不管她说什么，我都好像不会拒绝，关心了她的一切。看到她对我笑，我能够开心好几天。想起他，就一个人在那一边傻笑。在我眼里，他没有缺点，再累也要做饭给他吃。怕你在外面吃得不干净，为你跌跌撞撞、傻傻笑笑买一杯果汁。就算庸庸碌碌、匆匆忙忙活过一辈子，也要分分秒秒、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。最小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，要抱抱，要亲亲。女汉子秒变小萝莉。为了他，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坏习惯。听说他喜欢看书的女生，然后为了他，悄悄地爱上了看书，会把他的照片设置为手机壁纸。虽然没有见过他真人，但是一直是我的男神。虽然他不理我，有一点点失落。如果你身边有女孩子正在这样对你，千万不要错过，他爱上了你，愿意为你改变，要珍惜。